即将在12月2号发行的 Air Jordan 6代又是一双以乔丹大学主题去做设计的鞋款，鞋身采用 Nubuck 材质加上经典的6代透明鞋底，让这双看起来还蛮得体的。虽然黑色加北卡蓝是一个还蛮新鲜的颜色，但感觉好像不太好穿搭衣服。至于老师会不会买单，真的到时候要看到实鞋再说了。这双北卡蓝6代定价为190块美金，大约是新台币5700块。喜欢乔丹们的同学，现在真的是最好入手的时候。